被等风的八戒送上了宇宙飞船。我有个观众送我宇宙飞船。宇宙飞船是什么东西啊？宇宙飞船就是一个礼物，可以帮我感谢一下。嗯。你在哪里直播啊？你直播间是多少？我平常也看直播呀。哦，你也看直播哦。嗯。等一下，等打完再告诉你吧。嗯。刚才一位老板送了我一个宇宙飞船，价值5000块人民币。我这把有点被压，我这会是不是会你只有白金段位吗？对啊。哦，我们打的就是白金段位。我看到了。会不会觉得有点打不过？段位还好吧，我对你有信心，对自己也有信心。好。你这一分钟收5000块钱，那你是不是可以多给我多下几单，然后我就可以陪你打一天游戏？哇，好牛逼啊！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你太抠门了吧？不是，因为我可能打一把就要下了啊，下次再找你，好吧？一把就下？对对对，我还等会还有事。干嘛？嗯，对，有事要吃饭啊。肚子饿，我还以为你约会去呢，是大叔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嗯。大叔约什么会？你玩的是什么？你玩的是剑圣吗？我玩的是诺舍，德莱厄斯。哦，上。对对对。啊，我这英雄耍得很好，即使队崩了也没关系，我能 carry 的。哎，刚才你那个唱歌，我这边有观众说你是放的录音，哎。有点不太相信。怎么可能会放录音？我最痛恨录音了。哦，你能不能清唱一句啊？我要死了，完了。你要想听我这个我这首歌的清唱吗？你就清唱一句，就证明一下你不是放的录音嘛，可以吗？这好跟好，我俩唱一下。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，我怎会把死守的寂寞放任了？好尴尬，可以，好尴尬，妈呀！别闹了！哎呦，我劈不到你还 ？OK， 单杀，我把他单杀了。没事没事，没关系，这把我可以 carry。 怎么感觉你打游戏不怎么讲话啊？没事没事，不要哭，站起来撸，有我在，我现在很肥，撸不动呀。没事没事，这个白金局对于我来讲小意思。你知道我的段位吗？你什么段位？我是王者。你是王者？对，不相信吧？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吧？我，老板说什么我都信。我讲真的。你怎么样证明自己给我看？你这把你看嘛，你看后面嘛，你看我打白金局，基本上都可以跟你随便说话、随便聊天，然后随便操神，你就知道了。随便打，随便上，对。暂且相信你一下。你随时跟我讲话，我随时能回答你。而且我还能够。有点不太礼貌。我要是打断你了，你要死了，你要死。啊！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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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可能的。好。嗯，对对对。先说好了啊。对对对，没有问题的。这对于这个段位对我来讲太简单了呀，明白吗？太简单了。我并不是嘲讽。这个段位的玩家，他们的确会很强，但是因为我太强了，知道吧？对，因为我这个游戏打了打白金局，我这个游戏打了8年了，
而且我从小就被称为对游戏达人，明白吧？我没有技术，我怎么能做主播呢？明白了吧？为什么我会受到宇宙飞船？嗯，你说。可能是因为你就是别的方哎，就是你比较全面的那种，比较全能，除了技术好，还有比如说声音好听，好像是一点。我就是或者是长得好看。啊，我最重要的是比较幽默，或者人比较好。我最重要的就是技术过硬。我的观众基本上都是来看我技术的。真的假的？对。看我直播的观众看长了，他们水平都会有提升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会教给他们。别这样，你这么说，我觉得你声音好像我之前看过的一个。等一下，我这把可能有点危险，但是问题不是很大，我可能还会要反杀他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被抓了一波。哇，这老鼠。他死了。OK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没有跟你吹牛吧？牛皮。还行。太。我看一下，我出个啥呀？出个大腰带。心里的永生吗？我已经出了。我是高手。这不你要死吗？哦，要死。没了。哎，然后炸到了。他们现在针对我，因为他们知道我是高手，但我认为他们的行为非常的捞。虽然我死了一波，但是对我的发育来讲没什么影响。阿鲁有这个啊，呀，太捞了，正在浪费时间。他们这么做，其实我的队友会很肥，他们搞不清楚。我虽然死了，但我们很赚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其实我们是很赚的，因为他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。队友发起了投降。OK。哇，剑圣这么脆吗？对，这剑圣发育不好。哦，翻皮水了，这就。OK， 搞定，不追了，不追了，不追了。好，行，发育，哎，把视野做好，发育。这边有个普朗克。他们还在打。哇，这边。没关系。来帮我加血。哎，怎么跑那边去了？今天打不了了。来人呐！哎，打得不来，我靠！真的没了。配合的不是很好。他怎么还
我虽然是名王者玩家，但是有些时候还是都是怪我了，是我的问题。不是不是，这个不是怪你啊，我只能说这把呢，我不够 C， 不够 C。